请进，欢迎光临。哎、欸，你家好大哎、欸！欢迎光临。你家怎么一进来就是冰箱啊？对啊。这个是待客之道吗？一进来就是有充满了啤酒吗？对，就是意思跟你说，哎、欸，冰箱空的，请自己买东西把它补齐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请进，真的是。哇塞，你家还有厨房哎，这边有个洗手槽，然后这边有个 GE 的，居然是 GE 的微波炉哎，晚上来买个烤鸡吃吧。我们觉得在这边感觉可以真的买一点东西自己煮哦，这边真的很可以，而且它该附的这个，你看锅碗瓢盆都有。哇，真的很方便嘞，什么都有，有一些该有的小东西都有。对啊。哇，面包机耶，还有一些锅具。对，还有那些锅具。我看到这边，这边还有一层是什么？那应该没了吧？那边再有一台升级，你想吓死人哦、喔。没有，这边没有东西。一进来就是一个水槽，然后这边有电磁炉，这边有个洗碗机，真的是太夸张。大家看一下这洗碗机，还蛮大的哦、喔。有点。我们洗完会刚刚好，你看。对，真的，超级刚刚好。这根本是一个家的概念、啊。对，真的就是一个家的概念。这边还有附一些纸巾啊，厨房纸巾、菜花布跟洗碗的锭，都是新的。对，没错哦。餐具真的都有，你看什么都有。欸、什么都有哎、欸，就只差一罐啤酒，然后去买一罐啤酒给我喝吧。什么都有，你看。这边都有哎、欸，我天哪、啊欸！这个比我们之前在日本住的干净。对，我们上次在日本是住一个类似的。哇，这也有哎，而且这边离时代广场并不会非常远哎，超级近，走路大概也是大概15分钟应该会到，十来分就会到，真的十来分。我刚好看一下地图，从那边走去他们昨天逛的那个乐高店，跟我们昨天住的那个威斯汀走到乐高店是一样的距离。对，昨天的威斯汀比较像是饭店啊，不过它是真的在很热闹的地方。对，就是你从在你威斯汀一出来就什么都能逛，这边都要走一小段路才会到闹区。这一间叫做什么啊？这间是万丽的常住客栈。万丽的英文怎么念？不知道。Residence 是不是还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注意，那好长哦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衣柜，这个衣柜就很家庭啦，就是跟饭店有点不一样，像自己家里的衣柜。那边有附洗衣的单子，洗衣服是另外收费。对，可是他这边好像有自助洗衣，晚一点我们再。晚一点我们再去看一下。对，这边有附洗衣袋，威斯汀没附哦。没错。然后这边有衣架。有衣架。对，看看这边有什么，这边感觉是空的。嗯。对，两个都是空的。没错。然后它的衣架很多哎、欸，你看它。就是可能真的考量到你可能要住很久，对啊，它的衣架比一般的稍微再多一点。对，然后啊，这边啊，蛮好玩的是它比较大，真的蛮大，这个就有点标准饭店的尺寸，不会感觉是在纽约那种很挤很挤的那种感觉。这边厨房这边还有两个位置，对，可以在这边吃东西。欸、真的很方便，很方便。我们一家四口，你看悠悠跟田娜他们如果要写功课，就可以坐那。对。然后老爸就可以坐那边打电。我坐那边打电脑，然后他们可以在这边写功课，阿悠可以在那边睡觉。安娜。然后再来。床也是两张标准的双人床，没有特别大、欸，可是他们的床都好高哦。对，就比较高。我们 上一个在威斯汀时代广场也是这么高。哎、欸，它这个棉被感觉，那种铺了一个皱皱，对，尿尿很好玩。好难理解，我觉得。对啊，是粗粗的。对，粗粗的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它附的一个。For the life deep。哦，这应该是什么那种耳塞？耳塞哦，这个很实用。小朋友一人一组，因为我本来就有这样刚好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两个都要带着，我们两个这样带着嘛，就不是，就是他们两个如果吵架，我们就带起来。它、欸、有不同的功能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老爸打呼，他们两个就带起来。这个是好主意，对对对，非常棒的。它有副耳塞，我第一次看到有副耳塞。对，然后整个来讲，它的色系真的就是比较居家的啦，比较没有那种饭店的感觉。不过这条街啊是比较狭窄的，所以出去外面呢看不到什么太远的景色。我们今天住的是十楼，嗯，对面就是大楼了，看不到什么特别的景色。那里有个窗户打开，那边有个窗户打开。那里哦，你在偷看人家是？
有漂亮妹妹是不是？哇，还是男生哎、欸，是男生哦、喔。不然你看，完蛋。不然你自己看。整个房间看过去就是这样子，蛮大的，很舒服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厕所吧。那他们蛮奇怪，看他们的梁是过床，可能他们觉得这没关系。对啊，他们的梁有压床，不过这是外国可能没有这个习惯，他们可能觉得没关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厕所吧。然后这边，他这边感觉稍微比较潮湿一点。对，又比较潮湿一点，很明显。好，再来这边就是厕所了，就在里面干嘛？他的厕所蛮小的，就这样。蛮小的，对。对，可是他感觉比昨天卫斯汀干净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干净、啊。小归小，对，可是感觉上它是整理过的，就是比较干净。这边应该也是沐浴乳、洗发精、身体乳都有，然后感觉就很居家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家的味道。可是美国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如果你来这边的话，你一定要记得，第一，他们没有布置拖鞋。对。再来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不附牙刷，你一定都要自己记得。对，没错。一定要记得哦，不附纸拖鞋跟牙刷都不附，美国是都不附。老公视角，好了，好变态视角。亲爱的，吃早餐了。吃早餐，到这一间饭店早餐很早，到九点半就结束了。对，平日是这样啊，假日也是到十点而已。对，不符合我们全家的 style， 好早。不过还好啦，在美国我们都很早就起来了。对，我今天几点起来？我们今天也是七八点吧，七点多。七点就起来了。对。哎，这个早餐很 open 哎、欸，是一个很开放。早到前两天住威斯汀的时候，就走过来就吃早餐，省一笔。对啊，因为。大门就在这边，一进来就是吃早餐的空间，完全没有人在管。对，就是你只要自己去拿早餐的地方在我正后面，在这边就可以拿早餐，很 free， 非常 free 的 style。哇，哎、欸，有坚果哎、欸，很不赖哎、欸，坚果都有，然后还有果酱，各式各样颜色的果酱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蔓越莓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这个对，新鲜蔓越莓。巧克力豆、核桃果，然后杏仁片，明明就很不错。你儿子一定没有看到这个，你儿子最喜欢吃坚果了。等下再跟他讲。还有 pancake， 这个是松饼跟汤燕麦那个，好烫哦，这个。对啊，哎、欸、还不赖哎、欸。在纽约啊，通常付早餐的酒店都超贵的。他是按出来可以自己做。对，你要自己做吗？啊，好酷哦。不用啦，拿别人做好就好，干嘛那么辛苦？然后软软的啊，当然要自己做。我喜欢硬硬的。很喜欢硬硬的，难怪你那么喜欢我。我在看别人，对啊。哇，我们带走进来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栗子牛奶跟全脂牛奶。对。然后果汁。哇，我觉得很不赖哎、欸，这个看起来很好。都看起来很好吃、啊、他是没注意看啊，都他喜欢的东西。对啊，还有水煮蛋、欸、还有水煮蛋、奶油、起司啊，他应该是没看清楚吧。对啊，他可能没看到、欸、我觉得很不赖、欸、他都没有写是什么，所以一定要开啊。这个是松饼、马铃薯、培根哇，很不赖耶、欸、超棒的，这应该你很喜欢。对，然后这是美式炒蛋，这边我要来一个炒蛋。炒蛋，哇，我觉得他早餐吃得饱啊，他只是装潢面很漂亮，其实该有的东西也都有、啊、就是没有 set 到一些蛋白。哇，好酷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吃？对啊，然后这个也是培根一样的，这个是那个肉片，水果跟优格，这边还有杯糕啊，跟烤吐司，好多人哦。我肚子饿，我要来加早餐了。他的早餐就是这一区啊，整体来讲我觉得很不错，很多选择，真的是饱了。不是啦，哎、欸，有印表机耶，可以拿来面印东西。我觉得他的早餐就是很实吃啊，就是有肉，很不错，有肉，有蛋，有坚果，然后不花巧，可是绝对。吃了吧，而且美国啊，在外面吃早餐真的很贵，一份麦当劳都要两三百块，超贵，所以我觉得很划算。哇，这是这间饭店洗衣服的地方，晚点我们也会把衣服拿下来洗一洗。自助洗衣的旁边就是健身房，健身房是24小时的，非常棒。好吧，我们进去看看哑铃、重训的机器、脚踏车、跑步机，还有一个新店蔡林，哎、欸，这边也有踏步机，哎，很不赖。他这边还附什么啊？
耳机哦。对，然后你用完可以回收。哎、欸，这很贴心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健身房好酷耳机。用完就回收在这，然后很不赖。哇，毛巾，这里还有水。哦，这里还有水，哎，很不赖，该有的都有。整个健身房是这样子的，是我们都没有带衣服，所以没办法用。因为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来美国买运动品牌的衣服，所以我什么都没带。我还需要买一双运动鞋，通通都要买，浪费钱。对这间饭店感想吧，车子要来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转个弯就到了，一分钟就到了。对啊，这间饭店如果说你是来纽约，你要住比较久比较长，我就比较推荐大家来住这，它的房间比较大，还有附早餐，离市区还可以，就是不会太远，都还在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等一下，我们车来了，我们先上车，等一下再结尾好了。好，来了吗？大雨啊 ，It's so heavy。刚才讲到一半下雨，我们来纽约这几天都天气非常好，要离开的时候开始下大雨。对，觉得我们真的会挑时间。然后饭店结尾还能饭店结尾就是我觉得它是一间，如果你要来纽约住很久的话，你就可以考虑这个地方，它有小厨房，冰箱又够大，房间的空间也比较大，而且我们这几天在这边写功课有两个桌子，非常的方便。它还有附免费的早餐，是一间你如果想要待比较久，稍微省一点是比较适合的饭店，而且它离市区时代广场啊，或者是你要去帝国大厦那一区都不会很远，走路也是都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好，那做结尾，就结尾啦，结尾了，就这样。我对它的评价就是这样。那你没有说影片结束了？好啊。老爸的影片已经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老爸的影片，你要订阅分享按赞，还要订阅音乐频道，还要追踪新店蔡依林还有老爸的 IG 哦，会放在下面哦，拜拜。Set my world on fire.